好嘞，谢谢哈。好嘞，买三箱啤酒，好吧？啊。哎，你家有汾酒吗？汾酒没有。没有啊？啊，行，走吧。看看这今天有没有？哎，今天是有。哎，还有这鸡架呢，这鸡架多钱一个呀？13.8一斤。啊。这鸡架也挺好。不要鸡架，要这个鸡。来个这个小鸡儿。要炸鸡吗？嗯，不炸。炸呀、啊！炸了吧？不炸就要这原味的。这个好，熏鸡。这是熏的。不炸的啊，味儿挺好。这多少钱一斤？跟那一样。啊。买这个。那来这个熏的吧。啊，那个白的是炸。对。炸了也行，但是我妈咬不动。不要炸的。我家里专门上火，我妈一百多。嗯。33.5。行。33呢？这里有咸蛋吗？有。啊。这块正好，正好，嗯，30.08。行行，正好。哎，这怎么板着？板着，走了，姐姐，拜拜。哎，冷面泡好了吗？嗯，好家伙，这些可吃不了啊，好像。吃不了，想不起来，现在有点吃。小鸡蛋儿。哎呀。嗯，这小牛肉。烂不烂不知道我妈。你们俩多吃点，我不烂我就少吃点。能有吗？他说挺烂乎的，反正。这人必须得顶丝切，你顺丝切咬不动。咱来一个高配版的大冷面。嗯。你尝一个。尝一个。嗯，能有吗？能有吗？嗯，挺香的哈。挺好，嗯，高配，凉白开儿，嗯，凉白开，开始调汁儿、嗯，来点盐，三碗呢，这个是米醋，米醋和陈醋不一样啊，嗯，嗯，这个米醋好，一品鲜，糖，来水，冰水啊，这是，嗯，冰水，哎。搅拌均匀，嗯，糖和酸甜儿，倒里泡泡，嗯，这淋，完事儿淋都忘了，慢慢慢，给他整一下，都高里边吧，你不行，一刀没事儿，那就都高里，哎呀妈，这家伙这料可不少。哎呀，你剩了多少了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妈真狠是，一脚练过了就行。哎呀，这个里面挺好啊。哎呀，刚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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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呦呦呦！哎呀，这真实惠。哎呀，不能整太多呀，割了不开。买点葱、蒜，买牛肉。给我爸那多高点儿。对，还得留点，一会儿还有呢，面条不能都高的。那下锅就没有牛肉了。那我你那多来我两块吗？行呗，够了。你看。辣白菜，嗯，来点香菜，这小料配这个齐呀，嗯，哎呀，还掉一撮还，看，搁我这里，对，我要辣子，不要油，给你，再来一勺吗？哎呀，还来呢？来，天，可挺辣呀，坨，
我爸这个少来点，你给他高油。哎，少来点。来点。这是你的。我的。多来点。哎，涂啊。我高点油。鸡蛋。那个也找不着了。那个呢？那不是啦，找不着。鸡蛋丢了啊？行，我先高着吧，待会儿再找。哎呦我的天哪！这没人呢。哎呀，小味儿挠啥就上来了。哎，土满满的。好嘞。哎呀，这大腿儿。嗯。味儿咋样？味儿挺好。挺香啊。好了啊，嗯，哎，妥。今天倒的少了，今天少来一口，我就来一口就行。哎，就这一口吗？嗯，我也少来一口。哎呀，这味儿挺好啊。嗯，不知道是啥味儿啊。料味儿，啥味儿？少来一口。鸡肉味儿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。那个下班跟我爸去买点酒回来，买三箱啤酒，完了之后买个烧鸡。今天煮个大冷面，大冷面配烧鸡，连菜带饭哈，开饭开饭。你爸讲话了，对桌对桌，这个料整的可是不少。嗯，那盆里还有呢。盆里还有呢。谁没再去夹呢？反正鸡蛋是一人一个哈。嗯，这是什么猪肉片吗？那是那啥吧，梨。嗯。你不愿意吃冷面吗？这。给你安排，明天给你安排。嗯啊，其实没那还有呢，我俩。不知道辣不辣呀？你快那油吧。你要吗？我不要，我没少包呢。嗯。我得吃这个色儿的。对，红色生的好。那可。红油，我要最能吃红油。我还真买一瓶辣椒油，大红油。嗯，这股这味儿上了。来点芝麻。嗯、来吧。嗯，哇。忘高芝麻了。嗯。咱娘俩这打五针，还缺啥吗？不知道。就是啥？就正好了，我这正好。还有花生豆，没买花生豆。嗯。有包花生豆。嗯。哎呀，味儿真挺好。像你们俩能吃辣就多搞点辣的，要不然就吃这辣就吃酸劲儿。嚯，我这料还没拌开呢。哎，整口啊。嗯。整口，我妈一共就一小口。哎。这还少喝白酒行。你天天喝着点，你就是那个会喝酒呢，就是一大口，喝一口就行。你这是多少冷面吧？二斤啊。这鱼有点铁打了，妈。嗯，切丝儿好吗？你厨师长告诉我切丝儿，俺们没听。这鸡咋样啊？这鸡肉挺好。哎。味儿挺。蘸点料。嗯，你拿这料。嗯。上回买过一回，上回买的不是熏的，上回买的他那个是。炸的啊，可以炸，但是咱没要炸，那种，它这熏的挺好。炸的那不好吃的，那得要原味儿的、嗯。吃东西不能靠炸。炸的不？大腿儿吗？来，你吃吧，你吃。你爸吃大腿。那还有一个吗？
还有一个呢。你吃吧。嗯，给你。吃。嗯，鸡膀子。你吃吧。嗯，我不要那，不要大腿。你妈不愿意吃大腿。你吃吧，不要吃啊。你想啃骨头？上回，咱吃那鸡鸡大冷面，给花100块钱呢。咱再买一个烧鸡，买点牛肉，这也就100来块钱吧。这你多实惠，是吧？嗯。他那也没有，他那有没有牛肉啊？有一片。有一片。嗯。可薄一片啊。那你就100块钱，你想吃多少小费？加点儿。那、嗯啊、剩那些都盛来了、嗯。我跟我爸一人点儿。不少，那两大碗。我试试。你那小黄啤酒吗？小黄啤酒，就、啊、我老叔喝那个。真拧开了。啊，真能拧开呀！哎呀，嗯，这就是拧的。这就那年过年，我老叔回家喝多那个，喝多少？喝6、7瓶啊！嗯，他说这小玩意瞅着样挺好的。哎呀，哎，那能起开？这酒有劲啊，这酒。我就少来点得了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一说有劲，我妈。嗯。这酒咋没啥味儿呢？是吧？嗯，这个酒就是没味儿，要不老叔咋说他没劲儿？其实也有劲儿。有劲儿。后半斤这家伙，嗯，他心思没劲儿呢。来吧，你那最后一口，来，你看这啤酒喝上就像一点劲没有，甜嗖的啊，嗯，水了吧啥的，吃冷面吃的呗，不中，这有鸡爪子，啊，这么大，嗯，这鸡小。这是下蛋的头胎鸡，鸡爪都小。嗯。你要是那个幼鸡，就是所说的卖那幼鸡，那鸡爪就大。嗯，你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五根儿。你五根儿不要。哎。你不喝吧。不喝。我妈都得喂。现在吃酸菜不是时候吧？不是时候。韭菜多好。韭菜这咱不3伏天行吃韭，今天没咋吃过酸菜饺子。3伏天不吃韭菜。你啥时候吃啊？开春春天。开春春秋，那个冬天，你3伏天没有吃韭菜呀？嗯。春天韭菜歇着。3伏天吃韭菜不好。那我看你说牛肉吧。不要不要。捞个呗，嗯，我不要胖了，你胖，我不要饭，你吃吧。来一块，给你来一块。不要，来一块，不要啥，给你的，来一块。给你这个吗？小棒，我不要。鸡翅的小棒。不要，你要，你要鸡翅的小棒。你看多好啊，这小棒给你个吧。我不要。啊。我这有牛肉，这个就完事儿了，还有鸡肉。这鸡肉真挺香啊。嗯。你再吃回肉。啊。我把这小爪子啃了。我愿意吃。你这玩意儿也有。这个鸡皮行吧，还有个鸡大腿呢，吃不了留明天。不要大腿。吃不了留明天吃。嗯。还吗？嗯。还来一瓶吗？你不来了，太来你了。就一小瓶，这不。我妈管控的可严了，已经。那。喝那些干。干杯，喝得了。嗯，干杯。干杯，跟大家干杯，干杯。哎呀，这小酒这一喝就甜了吧嗖的哈。嗯，没劲儿。也不知道是吃冷面吃的还是咋的。这酒就是。完剩个小鸡爪，一会儿给它啃了。干拉，干拉鸡爪。干拉，那不干拉咋的？剩个鸡大腿，明天我爸给他造了。冷面这吃的不错，我吃了1碗半，我爸吃2碗，我妈吃1碗，嗯，干净，整的挺好。那个今天这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如果有喜欢我们的，请帮忙评论、转发、点赞、关注。明天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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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